据媒体报道，28号凌晨，郭敬明晒出与陈学冬、杨幂的合影，为东东庆生，写道：“东东东东东东东，祝东哥生日快乐！珍惜我和蜜这种大半夜还能陪你去公园撒欢玩的好朋友吧！祝红红火火新一年！”照片中，三个人蹲在地上比耶捧脸。随后，陈学冬留言回应，在新疆的我发来感谢评论。连续几年来，小司一直都有给东东送祝福，感情很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